哇，原来你还能这么挑火，你不早说。参与者如果没有能力完成任务，可寻求管家帮助。看来你还是有点用处的嘛。举手之劳。尝尝。哎呀，忘了你吃不到。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食，火锅、烤肉、刺身，你都不知道它们的味道，你的人生也太无趣了吧。在我的程序设定里，没有进食这个功能，也不会感觉到饥饿。太惨了吧！不过我可以模拟进食。哇！干杯！